蒋经水长好，等您来挖宝。哎，今天要帮你准备大宝了，你要来哈，来。那今天郑经先感谢一路有您啊，有您的力挺真好，兄弟姐妹们，谢谢。那今天是感恩节，那郑军先跟你们说一声感恩节快乐哈，谢谢你们的力挺，那感谢一路有你们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来进入主题了。将军随堂考，来看一下，每天讲的内容都一样哈。将军随堂考，郑军帮你挖宝。那我讲的内容每天都一样，没有变哦。秦邦，那秦邦讲到不要讲了，对不对？那低档区我都有讲，都有分享。那这两三天我讲得很清楚哦，高档不要追，高档不要追。那今天秦邦也修正哦。那你会问我说，哎，安，你有没有卖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卖，没有卖。为什么不卖啊？因为我知道的内容是你不知道的，但我讲了，我说你错过秦邦没有关系啊，有新的啊，新的请你来留言啊，请你来拼啊，一定要拼啊，来到股市不拼，那你来股市干嘛？如果你是那种沾酱油的心态，有没有东看西看节目？那赖啊，东加西加，加了一大堆赖。你加了一大堆赖没有用啊！你不如来找实际上操作的郑军，因为我会带你拼。有没有拼？有。你有没有来？当你看到的时候，已经从八字头涨到92.8，对不对？那92.8，再看到96.7，那我先前讲的比较客气的哈，我说挑战30%哦，挑战30%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挑战30%哦，来96.7，接着看到就是103块，你有没有来？那103块，看到昨天的113，你有没有来？请问你有没有来？113块。那今天呢？今天看到多少？投资朋友，118。9天，36块。45%，好，讲到118，那就要说明了。说明什么？来看一下电脑哈。那这台北股市我就不解了哈，没什么好解的。来，您今天看到郑军印的字卡哈，我印在118，最高来到119.119。那118、119很长的时间，那动作慢半拍的没关系哦，没有关系，还是可以卖得很漂亮。今天收盘收多少？收107.5，107.5。请问投资朋友，你看几天了？你看几天了？那我们按照惯例哈，先从前面的开始交代。最先开始讲的是加币期，哎，加币期还不错，今天攻到93块。因为先前的加币期，我们的选股逻辑很简单，营收季季高，获利也不错啊。你每天在看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到这个位置啊，我也讲说，哎，还有别的可以留意吗？还有别的可以留意啊？那请问我在这两三天
有没有跟你讲不要追？我有没有讲？老师，真的呢，不能追呢。我们不是马后炮哦，我们不是马后炮，你可以去看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哦，我都讲一样的话，卖追哦，卖追哦。那你问说，老师，啊，你刚讲说你没卖，那我请问你一件事情哦，你在这种位置买的，这种位置买的，这种位置买的，你在这种位置买的，你在这种位置买的，你今天在卖什么？你今天干嘛卖啊？不用卖啊，成本那么低，为什么要卖啊？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啊，那你这边卖掉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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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不是干瞪眼吗？但我有提醒你嘛，这档股票啊，全市场我最熟啦，没有人会比我更熟啦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哦，好。那我说还有没有类似像秦邦这种营收季季高、获利季季高，有没有？当然有啊，就大众啊，0.78、2.16、2.86，投资朋友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看了九天，它涨了36块，它涨了45%。那我要问一件事情哈，来，当你收盘今天看到107.5，来，投资朋友，看一下吧。导播要跟上哦，哈，卖的要捆哦，哦，来，九天36%啊，36块，45%，早盘我有没有卖？早盘我有没有卖？那卖掉的嘞，卖掉的资金，我们在100几准备接回。请定价接回，就这个数字，100几，118出啊，82，同学啊，82啊，118啊，先出嘛，哎，全国会没有帮我做见证哦，全国会没有，有在看的帮我做见证哦，是不是先出啊？出的可以在什么？在低阶买回嘛，10几，会没有都知道啊。但是你就会发现我的侧标不一样。阿德斯利的随堂考耐币使用者付费，我说明一下哈。先前啊都给你试吃啦、体验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发现会有一个问题，会有一种问题，什么样的问题？我们看一下电脑哈，来，我今天问投资朋友一件事情哈，你今天看正月节目啊，我讲那么久了，我讲几半波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哈，今天你这36块、36块，你有赚到无？老师无呢啊，那无照，老师107.5啊。那有人在这边买的啦，你这边买的，你这边卖，你赚5000块啊！啊，有人这边买的，啊，隔一天赚3000。啊，有人这边买的，啊，运气好，哎，老师，感谢啊，涨停板，哎，涨停板，哎，对，赚10%，哎，赚10%。我请问投资朋友一件事情哈，你是想要赚这种什么3块钱、3%？10%，还是要赚45%，而且懂得买要会卖哦，要会卖哦。那卖了之后呢，
会员朋友都知道，我们定价一百零几块接回来，明天按照这个数字继续去执行它。那今天测标为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我之前在害你们，跟其他老师一样，我请你来试吃来体验，就是担心你都没赚到钱。可是我发现我好像害到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也买不多啊，你买一张，有的赚3000的，有的赚5000，有的赚10000，好开心哦哦哦，这送哎，3000啊，这送。你为什么不去思考？你买10张，你跟郑军做，你可以赚36万；你买20张，你可以赚70万。几天？9天。但我发现啊，除非你是将军家族，来实际上操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付费，你有付费，你就会全力去拼。人都这样子的啊！我想请问投资朋友一件事情哦，你们现在加了一堆 LINE 啊，对不对？加了一堆 LINE 啊，有没有哪一个人加了谁的 LINE 大富大贵？我敢讲啊，就算你加入郑军的 LINE 啊，你不是我的会员，你不是我的客户，你不是将军家族，你也不会大富大贵。诚如郑军所讲的，赚3000、赚5000、赚10万，很开心。但是呢，看到其他的 LINE， 其他老师的 LINE， 好耸动的字眼，受不了，跳进去买，套牢了。这个套那个套，这个套那个套，你们是不是过这种生活？是哦，好，所以抱歉哦。从今天开始，郑军这边没有所谓的体验试吃，要就来，看清楚测标哦，不要打来又要免费试吃哦，不好意思。但是你说老师，我们试看嘛，未使哦，会使会使，当然会使啊。你若要试看嘛，要免钱的，会使。你加入郑军的 LINE。就像郑军今天 LINE 里面也有提供一档股票，目前被分盘交易，它也是营收季季高，获利季季高，第三季很可怕，第四季会更可怕。那我说它很像哦，很像上礼拜的安国，安国上礼拜是不是被分盘？是吧？我们先看一下安国，来来来，最近这标是很标啊，真的啊，金标啊。我们看这就知道了哈，从大量区突然没量，不是突然没有量啊，是这边开始被分盘交易啊。分盘交易有一个特性哈，大概前五天都会稍微虚晃一招，这边晃，甚至会稍微假破。那通常前五天你要会抓那个买点啊，你会抓，很好赚啊，真的很好赚。那你说，老师，还有没有像安国这样的股票？有啊，你要免费的有没有？有，加赖就有免费的。但我先讲一个重点哦，加赖其实有时候你赚得到，但是你赚不到大钱。为什么？像今天的大众，因为我卖，我不可能在赖里面分享啊，我不可能说你们卖了啊，我在教会员卖，不可能嘛。不可能啊，卖点会差很多啊，哦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不好意思哦，要就来跟。那你说，老师，我要先体验去找别人体验哦，不要找我体验。我们讲实话啦，来来，我给你看，我先问你一件事情哦，
你沿路看，你沿路看对不对？我的任何一档的涨停板，任何一档啊，不，任何一天的这个涨停哦，同志朋友，任何一天哦，你都值回票价啊，同志朋友。哦，所以不好意思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是真的想要让你过不一样的人生，所以我才会做出这种举动。不好意思，希望你要体谅我，我是为你好，因为这么做，也只有这么做，你才会用尽全心全力来跟郑军实际上操作。欢迎朋友正在收看，每个都可以见证，就这么简单。来，那好，讲了这些啦，可能你不爱听啦，没关系啦，多讲一些别的好了啦齁。来，今天来看看台北股市啊，来，台北股市今天下跌15点，成交2821。我先跟他们先分享一下，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今天其实什么，今天生技又上来了，生技还是强了齁，安克啊，郑军跟你分享的福永生技还记得吧，还记得吧，3176的基亚，我上次有特别提醒一下嘛，回撤月线，回撤月线破月线，对不对？可以留意嘛，对不对？包括这档股票你们可以留意一下，6472宝瑞，为什么宝瑞可以留意你知道吗？因为宝瑞啊，位阶还算低，重点是什么，他要转什么，他要转上市，对不对？我们多看几档股票齁。那请问郑经理有没有跟你分享这档股票也上来了齁，东科，东科有没有上来？有啊。那来看一下我们近期推荐的股票齁，来看一下。军用的防卫，这也是位阶很低啊。位阶低就是机会，轻松。轻松就10块钱啊。很轻松啊。那你跟我讲，你说老师那军工不好，军工真的不好吗？我也不这么认为。但军工有一些很好的股票啊。JPP 去年赚多少钱？赚5块，今年前三季赚8块，今年可以赚11到12块，可以赚12块钱的公司现在130，股价也经过修正啊，修正那就是机会啊。包括这个碳纤维，那气势很强哦。前三季赚13块，今年可以赚18块钱，可以赚18块钱的碳纤维的拓凯，目前的股价是180块，本益比10倍啊！我先讲，我能提醒的，我都尽量提醒你们哦。啊，但是重头戏的你要来跟哦，你要来跟的是重头戏啊。那这些个股有时候节目上在分享，你们真的要有耐性。要有耐性，因为我讲这些股票，就是说需要你们拉一段时间再去看。我讲的都是对的，但当下不一定是对的啊。我们来验证一下，好，来，我当时在讲原相，有人认同吗？我也不晓得被骂过几次啊，投资朋友，这边被骂了一次啊，这边又被骂了一次。你时间拉长来看的话，已经超过50%。请问我当时候在讲，我当时候在讲是对还是错？2492的华新科，我这边被骂一次，我这边又被骂了一次。你事后来看，我是对还是错？再来看一下2313的华通，我是这边的，这边一直讲一直讲，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你忘记了哈？来，我讲啊，有人一直买啊，你忘记了吗？有没有？那中间他有卖嘛？我们把这个移下来哈，这样会看得比较清楚哈。我们下面放投信哈。我当时有没有跟你讲说，当投信一礼拜，有不？只是说这边他先卖了一趟，我也是被你骂。啊，事后呢？啊，事后我对还是我错？当然我对啊。好，那你看看郑军刚刚也讲了哈，我认为生技下周你要特别留意。那很多人认为说，老师是不是民进党要会当选啊？不是，我跟各位同学讲一下，因为这一次
拉锯啊。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国民啊，或国民党啊，或亲民，或者是这个柯文哲啊，蓝白啊，或者是绿，这一次我觉得大家都会使用最大的力量。为什么？不是说国民党的股票上去，那民进党股票就一定会下来？没有，他们反而全部都会拉，国民党的股票也会拉，民进党的股票也会拉。所以我认为下周包括像生技、军工都有机会。那生技里面啊，我眼睛要发亮了，为什么？来，想要拼的人，你相信我的，你相信我，你已经沿路已经跟着我，你跟着我看我节目看这么久，我先谢谢你，我先谢谢你，你一路这样子以来，一路跟着郑军，如果你相信我的，你想要拼这一档独门独家的生技，使用者付费，不要打来说要体验哦，没有体验这种东西哦，你要拼你就来。这一家独门独家的生技，下周我的团队会去参访，我一定会拍照给你看。你是凊彩公共的啦。那通常我去参访的公司，前面的股票我不要讲哦，每一档都飙，每一档都喷，不用我再讲了吧？还要我再讲过去吗？不需要吧？那你相信我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的白花花的银子浪费掉。你是真的想拼，你想要拼翻身，你想要拼翻倍，不难啊，不难啊，你要来找我啊，找我来拼啊，拼独家的啊，我敢跟你确定哦，绝对独门独家，而且低价。低价有一个好处，当它有什么，哎，没人知道的 good news 哦，一旦它发酵，是相当相当的可怕。今天愿意的人去登记吧，中场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字卡。感恩节，郑军感谢一路有您，有您来力挺郑军，真的感谢你。那将军随堂考，我都会帮你挖大宝。你有没有来？你有没有来拼？你有来拼，这是你的啊，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有来拼，这是你的啊。才短短九天，而且我有买有卖，有买有卖，有买有卖，投资朋友，那你啊，想要拼的人来，投资朋友，下个礼拜这一档独门独家，因为我们团队要去参访某一家公司，而且我跟客户们保证，独门独家一定在我这边。你今天想要拼的，很抱歉，请你看清楚，使用者付费，使用者付费，没有跟你开玩笑。我每一次啊，请你来拼，一定有原因，绝对有原因。你相信我的，你想要来拼的，今天啊，你一定要来，来体验啊。但是体验要使用者付费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来拼就对了。怎么拼？很简单，我们仍然是老规矩，老动作啊，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